是刚睡醒，我会找咬人的，因为后来手会抖，就没办法做。好强哦！哇！跟大家说保养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被跳过，其实就像是你现在很忙，然后你是三宝妈，然后你还要顾老公小孩长辈的话，你真的会很想把这件事情跳过。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其实保养这个时间真的是留给你自己的，留给你肌肤的，留给你心灵的，留给你身体的，所以我现在绝对不会略过保养这个步骤。为什么这次保养会放到疗愈小事情呢？是因为这个月呢，我认识了一个品牌 Tan and Hope 里面叫做 Absolution， 它是一个法国的有机品牌。我觉得它非常厉害，是当初创办人就有说啊，他希望大家就是保养尽量简单化，把时间留给其他重要的人跟事物去分配。一开始 Tan & Hope 的公关问我说要不要合作的时候，他就有先提醒我说这个没有一般市面上人工那种香精味道，怕我会不习惯。但是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最后我被他们制约的一个点。第一个我会用的是这个 Absolution 的水亮紧致精华，它还蛮特别的是它的头是直接用转开的，所以其实应该是那种真空设计，让你所有料体都被锁在里面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转的这个声音很疗愈，挤出来的质地是这样，非常的清爽好吸收。它挤出来是有点哦，好舒服，就是它是有点橘肤色的颜色，然后透明感。基本上像我这种混合偏油肌，在冬天尤其是这两天就是温度又要骤降下来，它在我的皮肤上面真的一上去就会觉得哦，好舒缓的感觉。它有保湿有紧致，然后吸收非常非常快速，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干肌的部分。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当精华，后续霜这种保水一定要上，不然我觉得以干肌来说，你要单用它当保湿是不够的。化妆水之后的第一个精华步骤就是让你的脸比较紧致，然后比较弹润的感觉。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它身上我蛮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紧致的部分。再来我要用是 Absolution 的净痘精华。一开始我就是对这个包装想说怎么会长成这样，它里面呢是一整排的这种小的真空包装，其实有点像是精华安瓶的感觉。它打开来之后呢，一两天之内你要把它使用完毕。一开始用我会觉得哈，这怎么这么麻烦，我这样子会不会来不及用，但其实现在我也是用完了这一些全部。这样我自己使用的分量呢是大概会挤个3滴，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净痘精华。它挤出来呢是这个质地，有没有非常的水润，然后有点像是中药感的颜色，灼灼脏脏绿绿的颜色。但是它这个味道好喜欢，它就是有一种
很像是譬如说你今天去一个非常高级的按摩，然后他用那个草药帮你泡脚的那个味道，那个舒缓味道，可是又完全不人工，而且不会刺鼻，因为有一些草本味道会过重。这个东西呢，我主要因为它是净痘精华，它对于我的粉刺跟痘痘部分，我觉得它平抚的蛮明显的。譬如说我前阵子生理期，我下巴完全没有长痘，我觉得就是因为紧致精华跟这个净痘精华，就是它在抚平跟预防痘痘跟粉刺生成上面，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大家自己慢慢看我的影片，跟我自己看以前影片，也都会知道说我自己的皮肤是有很明显的在改善。就你真的要挑到就是很适合自己皮肤的商品，然后当你觉得适合它之后，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抓住，然后去跟它评估说你平常喜欢的其他爱用品可以怎么交替使用，什么时候生理痘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加什么，什么时候皮肤比较相对稳定的时候可以用什么跟什么，什么时候过敏敏感肌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加什么，就是大家自己要就是 be smart。 你会觉得它有一滴滴一滴滴的黏感，可是以我这个混合片友都可以接受的话，我相信一般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唯一一个比较麻烦就是它的包装，我觉得没有到很友善，就是如果譬如说你有小孩的话，这个真的要放远一点。但是如果一般人的话，我自己现在用了一个月下来，我是觉得还 OK 啊，只要它是有效果的我就觉得 OK。 如果是没有效果，你就觉得自己香咪咪啊，就会很想把它丢掉，但因为有效果我就觉得 OK， 我把它放着好不好，继续使用它。通常早上到刚刚那样我就会结束了，但是如果最近要上妆的话，因为之前 Alice 老师帮我化过几次妆嘛，然后我还有看到很多老师的影片，就发现说其实妆前啊，你必须要让你的脸的保湿度真的是有一滴滴黏黏的感觉，你后续的底妆才会贴，就跟我颠覆我以前的想象。我以前会觉得我的皮肤一定要很干，上妆之后它才能很干不出油，但其实后来发现当你的皮肤很干上妆之后，它容易就是会脱妆，然后妆会很不服帖，会皲裂乌龟脸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呢，我在妆前我一定会上这个 Absolution 的日霜。你们也知道看过影片很久的人就知道，霜类基本在我的人生中是不存在的。这个日霜呢，我在妆前上完全的 OK， 然后它的包装呢很特别，它是这样完全的真空包装，所以你挤多少就用多少，其他的料体不会被影响。再来它的味道呢，跟其他的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它会再中性一点点，但是又不过多。然后它以日霜的质地来说，也非常非常的好推开，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前阵子有买几个大牌子的霜类想要尝试，但是那两个霜状呢，就不仅让我大爆痘以外，我几乎是用了两个礼拜就直接送朋友送妈妈，因为它真的不适合。可是这个日霜目前我用了一个月下来，效果都还蛮好，而且在妆前它真的可以让我的底妆非常非常的服帖，也不会起屑。但重点是你必须要确认它是有吸收的，再上防晒再上底妆，不要那种你这个霜状 OK 我才这样刚涂上去十秒钟立刻上粉底液，因为你没时间你要赶出门，这样子的妆很赶的上妆，心很浮躁的上妆，妆真的不会贴，不会漂亮，或是你一出门就会发现你的修容一整块在这边，就是不够漂亮。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脸很 Q 弹，可是毕竟我还是混合偏油肌，所以我上它的量真的不会太多，就大概是拇指的前面三分之一端的那个度亮度就够了。尤其是我最近都待在台中，台中的天气真的没有这么冷，如果上桃园的话我的量会再多一点，但在台中的话呢就是再少一米米这样。然后呢，他们这次还有跟我介绍这个 Absolution 的精油，它是 Night and Day Face Oil。 可是你们也知道我几乎是不在脸上上任何精油类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脸本身就蛮会制造一些油分。我觉得它跟其他精油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吸收非常的快速，而且它不会过于厚重。它主打的功效呢是提亮啊，明亮肤色，还有淡化痘疤跟减少干燥。我自己是会滴一滴精露在手上，很热情的把它搓开，到它有点温热成弱的时候，我会从脖子这边往上带，就是有点让自己安抚下来的感觉。这个精油我只有晚上会用了，让自己安抚下来的感觉，准备等一下要好好的睡觉，然后会再慢慢的上在我的脸上用压的。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些按摩仪器的话，就可以拿出来用，把下巴线条拉提一下这样。通常刚刚我有说我日霜会上 Absolution 这个妆前的话，那晚上的话我还是会搭配自己喜欢的这个酸类的星夜球的霜，然后上在整脸，然后才会去睡觉这样。那经络部分呢，就是我通常会在晚上睡前的时候按摩我的脖子啊、下巴、发际线跟压
在脸上这样，然后告诉自己说 OK time to sleep， 就是一种疗愈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保养在我的现在小生活里面算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因为老实说你要花三个东西真的认真让它在脸上按摩吸收，你差不多的时间也是要花个10-15分钟左右，甚至我之前看过很多贵妇她真的是需要坐在化妆台前面坐半个小时，好好的从头到脚，从头发、眼周、眉毛，然后整个手都是好好的按摩，让自己告诉自己放松一下，不要再管尿布的事情，不要再去管一管洗好了没，不要再管哪里有没有污渍，我们就是好好的睡觉这样。所以这就是我生活目前一个蛮疗愈的过程。Keep the heat when it gets colder, you know.